气孔快插拧入回油套件，使用12毫米扳手拧紧。气孔快插拧入集油器，使用12毫米扳手拧紧。响应时间传感器旋转按入集油器，拧入两个3×15内六角螺丝，使用2.5毫米内六角拧紧。回油套件套入康明斯 QSX 喷油器，钢珠放入喷油器，拧入堵头螺丝，使用24毫米扳手拧紧。导油杆套入导油杆压帽，拧入喷油器，使用24毫米扳手拧紧。喷油管连接集油器，拧入螺母，使用12毫米扳手拧紧。喷油器油嘴插入集油器，调节手摇支架，固定喷油器。喷油器主线拧入喷油器接口，另一头连接博士线，博士线连接喷油器接口，14×14弯头，一头连接高压油管，另一头连接导油杆。使用扳手拧紧，回油管插入回油套件，响应时间插口上的响应时间线连接响应时间传感器，关闭舱门，进入系统，点击喷油器图标，点击康明斯杠 QSK， 选择相应零件号，点击继续，点击开始。测试完毕后返回。